151，151，900，跟上，跟着就好，不用加速，维持就好，一样28、56。自从武岭杯之后，我每天大家都呈现的是有点残废的状态，我的肩膀超痛，然后我的腿也超级铁腿，所以今天我要进场保养，回去瑞卡按摩一下，出发 ，Go Go！ 你再往下。哎，你做你刚刚那个动作，哪一个？你刚刚动啪啪的，因为我从板凳然后拿起来，它就会有一条在跑。哎，现在找不到那个位置，好像是这样。然后起来的时候，就会感觉那个这个肌就是跑过去。你说？哦，对，这条很痛。好酸，第二天是比较酸啊，比较紧，比较苦啊。终于按完了，天啊！刚就好像度过了一个很漫长的时间。复活了吗？感谢 Amber， 没有复活，借我坐一下。我刚刚真的是觉得我的背会痛爆，但还好，我觉得按完好很多啊。我原本来之前，我今天很严重嘛，算是因为你的那个斜方跟那个行动很炸裂。其实我这应该是我骑车之后，然后就觉得痛到现在。我礼拜六比赛，已经过4天，然后我就是整个肩膀啊，就是抬起来什么都觉得有一条筋一直就是啪啪啪的那种声音。太紧了，一直被你的那个关节带动，就要自己磨到，对不对？磨到。我还很担心是不是我骑完那个五岭，然后就是走位了，这个掉下来什么？还好，只是太紧了。好，感谢 Amber， 太舒服了，终于按开了，可以再让我撑一个月。你确定一个月？一个。你好好加油，爱惜一下。再剩一阵子之后再回来保养啊，就是比完赛车子送保养，然后人也要回来保养。对，这很重要。感谢，记得哦，按摩要来这里。按摩完，我们到田径场，待会我们晚上要上就是跑团训练营的课。然后今天他们的课表啊是400公尺要跑，不是，今天他们的课表是要跑600公尺，6到8趟，待会就跟他们一起训练，来试一下按摩完的感受如何吧。Let's go。等一下我要担任第二组的配速员，你是第一组？哦，第一组。哎呦，待会第一组的配速员是要跑105秒，然后600公尺，然后我是第二组是112。大概是4分半吧，是吗？好啊，热身。OK， 热身完毕，现在等大家去喝水、上厕所，等一下准备开始。我们等一下的课表啊是600公尺，那600公尺一样，今天分4组，那前面2组目标都跑到8趟，3、4组目标是至少6趟，目标至少6趟。OK， 那今天的秒数强度是5区，跟上周一样。好，准备喽，3、2、1 ，Go。不小心太快，我以为你们会出来带。还有200。
我们128秒，刚前面有点太快。55，好，刚地上有点超速，秒数搞错了，我们目标应该要跑128、256，一圈是12，就有点太快了，所以第二趟稍微调慢一点，然后还有7趟，然后慢慢跑是200用走的，所以我稍微用跑的，不然太久了，去前面等他们 ，Go Go， 我再带一趟，然后接下来再让你们带。目标是100公尺28秒，刚上一趟太快了，我再调一下。我跑28。152、153、153，只有200哦。28，最后100公尺，53、54、55、55，好，走一下，走一下，调整呼吸，大口呼吸，然后大步走。第二趟达标，我们前400慢一秒，后200慢一秒，加起来应该差不多。下一趟我们就换学生他们挑战，看看他们的配速，我在旁边旁观指导。好。第二个100，小慢跑回去喝水。28秒100公尺哦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，太快了。23、24，太快了。25、26、27、28，很好，维持就好了，维持。52、53、54、55。56，很好，很准哦，维持就要56，节奏一样哦，不用太快，维持。151，151，就200喽，跟上，跟着就好，不用加速，维持就好，一样28、56。51、52、53、54、55，很好，好，慢慢走，55，走一下，调整呼吸，大步走，再深呼吸，三趟完了，很好，剩5趟，好，已经掉到第4趟，把相机架好，然后开始认真跑一下，不然没有办法一直盯他们。再看看就往前，只有200啊，只有100。很好，维持。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，很好。6.4公里，太棒，完成680趟。好修200，收操，练完，收操中。我们今天主要练的这个600公尺，其实前面在之前的周期我们已经做过400公尺，主要就是练他们的配速稳定，然后顺便刺激，速度的部分，所以会练400、600，那接下来会到800甚至1000，逐渐从速度转换成希望可以刺激他们在最大赛量的帮助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练习的心得。哦，对了，忘记分享，我在刚按摩完，然后接下来跑步的状况，我觉得整体跑起来的感觉其实超舒服的，就我肩膀的那痛感已经不见了，超推，大家可以去瑞卡按看看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结束，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